盛腾，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的喜欢的，是一个喜剧演员，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。而沈腾一直都是很优秀的，相信大家都知道沈腾的时候是在春晚时候的一个小品上，和马丽演的小品是非常的搞笑的，当时这个小品是获得了大家的喜欢。现在马丽和沈腾都是大家很喜欢的演员，而沈腾参加春晚是很多次了，之后沈腾是演了很多的电影，喜剧电影是超级的搞笑的，相信大家今年的电影《疯狂的外星人》都去看了吧。而沈腾在这部电影中是非常搞笑的，在今年也是获得了很高的成绩。而沈腾现在是到哪里都自带喜感了，大家都是非常的喜欢看沈腾的，而沈腾大家都希望有更多的作品。沈腾曾经说过一年拍摄一部就可以了吧，没想到这么多人找我，哈哈。沈腾最近在活动中又是把现场的记者给笑喷了啊，看图中这一本正经的小表情是非常搞笑的，哈哈。不过看到沈腾的签名真的是很好看的，这么好看的字体，但是签完名之后沈腾就又开始搞笑了，这表情你们喜欢沈腾吗？